奇怪的知识又增长了，本故事纯属虚构。玉米大炮在发射的一瞬间，空中来了一大群气球僵尸，会发生什么呢？气球僵尸和高个子的僵尸化成灰烬，只有小鬼僵尸坚强地活了下来，嘿嘿，是不是很符合物理知识呢？众所周知，有僵尸在大夫家门口会触发实体，那根据这个特性，在门口放一个陷阱，结局会怎样呢？石亭成功触发了，僵尸和植物都动弹不得，奇怪的一声又增长了。变身茄子高速旋转时会不会反弹子弹呢？开始测试吧。受茄子旋转力的影响，豌豆命中了铁门僵尸，铁门再一次反射了豌豆。你的脑子被豌豆碎了。有粉丝提出问题，冰车僵尸压到毁灭锅爆炸流酱的坑会发生什么？这个嘛，分两种结果，一个是正常版的，冰封坑洞安全度过去了。第二种物理版，车轮胎陷进坑里无法前进，嘿嘿，奇怪的医生又增长了。